跟你谈恋爱实在太累了，你一直活在爸妈的保护下，什么事都听他们的，一点主见都没有。长辈的人生阅历这么丰富，说的话也都是为了我们好，不觉得听他们的有什么错。你爸妈的想法左右着你，也在干涉着我们的生活，我真的不知道到底在跟谁谈恋爱。我已经在努力着平衡着家庭和你之间的关系，为什么你非要打破这个平衡？我不可能在这件事上妥协。